这个视频只要能吃辣的爱心，不能吃辣的话就不要点了啊。小鲍鱼，有位小哥哥私信我，只要我吃麻辣鸡排就会给我双击，真的吗？那个小哥哥在吗？我来了啊！哇塞！大爆头，什么？每天来上一只一斤的虾王，我老公说了，双斤过500，明天来个2斤的，就靠你们了啊！500双击，吃煎饼，这个就适合用煎饼卷着吃，太香了，螺丝酱。你们那吃不吃煎饼？评论出来好不好？卷着吃可香了，就这样吃。对上，肘子，你吃不吃，宝贝？面条好，吃的面条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，你就多吃点。肘子皮，看我啊！你吃不吃啊？真香！想喝青汁了。你想喝青汁啊？我喝了，我喝了之后。肠道也能弄出来，肠道也能弄出来，清肠道，便秘的喝是不是啊？小孩能喝不？能喝，咋不能喝了？直播吃肘子。我愿为你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赌，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？佛前跪千年，未见佛手。
小白虾。哇塞！哇！天哪！双击双击，下个视频开到。